The Culture of China Water Cube Cup Chinese Songs Contest 2024 Youth Category was held at the Federation Center. 2024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华裔青年组中文歌曲大赛菲律宾赛区在商总举行。由中国驻菲大使馆及菲华商联总会主办，与菲各校友会联合会、马尼拉华驻中心、菲华各校友会联谊总会、菲律宾华为学校联合会和菲华台协办的2024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海外华裔青年组中文歌曲大赛菲律宾赛区预赛和决赛，于5月5号下午1点半在商总1楼展览厅举行。2024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以龙腾四海、欢唱五洲为主题，连接全球超过60个赛区，集合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共同庆祝中华文化的丰富和多样性。商总副理事长兼文教督导洪建雄担任大会主席并致欢迎词，他希望透过比赛提升非华社会的综合素质，展现华社新生代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他强调，这场歌唱比赛旨在让青年人展现自我，以歌声传递青春活力，促进年轻一代传承中华文化和推动中非文化交流。随后，旅非各校友会联合会主席汪清涵宣布比赛规则，非华各校友会联谊总会荣誉会长许立荣介绍评审委员。主办方为了确保比赛公平公正，特别邀请到国内及本地著名音乐专家担任赛事评委，他们是柯美琪老师、柯美智老师、李云林老师、胡晓周老师和王小健老师。今年的水立方杯大名区参赛者多达30多位，每位参赛选手在舞台上各展风采，声情并茂地演绎了参赛歌曲，他们的歌声深深地感染了评委们和观众们。最后，由菲律宾华文学校联合会黄思华校长宣布赛果，洪美美获得了冠军，庄永坚获得了亚军，陈子轩获得了季军，黄以华获得殿军，施学武获得第5名。大名区赛区的优胜者获颁丰厚的奖金和奖杯一座，每位参赛者均获赠红包一个。为了鼓励参加总决赛代表能为本国及华社争取到荣誉，组委会也决定将在对总决赛获得金牌、银牌或铜牌者予以30万、20万或10万批所奖金。李美玲担任司仪。非中新闻台综合报道。